今天是中秋节，祝大家阖家团圆。然后嫁过来这边有两年，过了两个年了吧，今年在家陪婆婆过的第一个中秋节。然后婆婆早上一大早就杀了只鸡，那个鸡真的是一点点大，我看了一下，早上的时候应该说先前嫂子又送了一条鱼过来，今天中午有鸡有鱼，然后看看晚一点婆婆还做个什么菜。婆婆现在已经在那里剁鸡了，去看一下那个鸡就真的一丢丢大。盖上盖子，鸡。中午婆婆亲自下厨招待大伙，开饭了，开饭了，五个菜，肉丸、鸡肉，那个是鸡肠、鱼，还有一个海带丝瓜汤。